哎，大家好，这里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怪物猎人的狩猎视频。其实这个房间啊，依然是之前的那个房间，只不过人员貌似好像是有一点变动啊。这个，哎，我怎么把我的这个鬼标记给扔出去了呢？现在要打的一只怪呢，是一个应该是 G 位的，应该是 G 位没错，啊，是一只仓火。然后我们。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稍微有一点，其实这个也无所谓啊，一点小小的变动嘛，就是我们现在貌似这个大家是在就是轮流破任务，然后就等于是可能就是、哎、可能是现在任务的主要性的这个多样性貌似可能会变多一些。哎，我发现我是没有带这个饮料啊，不过貌似来不及了。仓火的话，我记得应该不会有什么冻土或者是火山的仓火吧。这样应该是无所谓，人是，哎，看一下吧，这个希望不是在一些比较恶劣的环境里边的仓火龙啊。看一下，哎，还好是在溪流，溪流的话，这只仓火应该是出生在它的老家吗？这样可以看，我也是换上了这局啊，换成冲枪打，因为毕竟是之前也提过是想，哎，这是怎么打我们来了？这样，我刚才是有意啊，放一个迷击炮，我是想把这个在空中的火龙是给直接是打下来，但是貌似是失败了。这个。刚才应该是被我击落了，击落之后由于是有人扔闪光，是这个浪费了闪光，不错。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闪光呢？好吧，这样既然我们闪光多，这样直接就是比较无脑的打了呗。哎。你敢不敢老实点？这个不太清楚啊，刚才他是貌似出现了两次硬直，这个第一次硬直很有可能是我打出来的，然后还有一次硬直呢，可能是这个闪光给躲下来的。刚才我是想练习一下，就是用回避性能补这个，是没有成功。
刚才我也是不知道，刚才这个火龙，这个看样子应该是管去了。刚才火龙在天上飞的时候，我直接用这个就是抬头这个炮击，不知道是能不能打到。总之是打了两下，它没有掉下来，应该很有可能是伤害不够，我觉得应该是能打到。哎。这样发现好久没有放龙击炮了，刚才一直在打，这样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情况，能不能把这个龙击炮。哎，不好。哇，这个我怎么感觉你这个俯冲的角度有点奇怪呢？这样既然队友埋了陷阱，我们就不去就在这里带上张救稳吧。哎，这样的话应该是绑架了吧，绑架了。这样欺负这个应该是母狗龙吧，正好是扒一扒它的皮。好像这个继位的有些素材还是有些比较缺啊，因为毕竟这些小怪的素材也是就是平常不刻意的刷，等于是很有可能会也比较缺。哎，这样这只哎为什么要戳我？发现打不过我就跑了是吗？让我拔一拔。好，第二下是没有拔成功啊，这样不对了。这个人他的长枪，这个是什么长枪？不太清楚，待会儿看一下吧。我也是没有见过这把长枪。这应该是，这是火势场力技能吗？这个貌似不错啊，应该是一个速食加一个防御。哎，这样我们看这个长枪是，哦，果然是一把毒属性的长枪。这是什么毒的不太清楚，因为我有一把毒长枪，感觉上跟这个长得比较像，但是又不完全的像。难道是升级的？哎，好奇怪，为什么不能开箱子呢？这是一个不太清楚啊，看这个颜色应该是一个继位的一个毒长枪，我也不太清楚是这是什么的派生，因为我有一把长枪，这个长枪是我你看一下，就是这个长枪呢，这应该是毒怪龙长枪，他那个难道是狗龙的长枪？不太清楚。不过这个长枪我就先暂时不升级了，因为毕竟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必要。这样，我们现在等于是轮流，就是等于是哎轮着破任务。然后呢，我跟等于这个 Cracker 这两个人呢，我们说是就是等于是我们俩就不轮了。现在等于是让这个房主跟另外一个人等于是两个人轮着破。这样我们这个任务的多样性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因为要是让一个人破的话，可能就是他有些要刷的怪啊什么的，也是可能会比较单一。看一下吧，看一下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房主貌似是去换了一把，又是换成那个碎龙大剑了，这样不太清楚他下一只。他说他要一个东西，这个要一个什么皮，这个皮这是从哪只怪上，这个我也不太明白。但是看这个貌似我以为是毒怪龙之类的呢。这样换什么武器呢？开始进。他也是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是，果然是毒怪龙，好吧。这样，哎，毒怪龙，这是毒怪龙啊，不是毒怪龙，就是电怪龙。我也不太清楚它这个，因为英文版的名字又是相当的奇怪啊。这样不管了吧，我觉得片儿剑打起来可能会有点吃亏啊，不是吃亏啊，我们用弓吧。看一下是，果然是毒怪龙啊，这也是在洞谷，洞谷的话就需要热饮了。依然是吃这个特殊攻击术，因为现在我用弓，基本上还是主要打一个辅助吧，这样这些异常状态，起码两个睡眠跟这个麻痹还是要先打一打。得到了一个猫卷，发现这些物品基本上就是基本物品就准备全了，然后拿一下这个任务需要的，比如说这个热饮，还有一个解毒的，这样就可以准备了。哎，突然发现，哎，这两个人穿的都是，这应该是暴锤龙的套装吧？应该是吧？记得之前我做这个就是冲枪套装的时候，也是在选是想用做暴锤龙的还是做暴钢龙的，后来看了看这个技能，感觉暴钢龙更好一些。哎，发现是直接出生在这区了，这样还好啊。先还是老样子，上麻痹。哇，这么远都能吼到，其实也应该是的，这个毕竟是个高吼。哎，刚才我也是在他的这个，哇，好危险！刚才在他这个等于是咬我们的一瞬间，我也是摁了一下，尝试摁了一下这个翻滚，结果没有滚过去。这个也是建议大家以这个看能不能射过去。建议大家带这个毒怪龙的应该是左手方吧，因为他这个咬人是先咬右边的。哎，刚才是想射他尾巴，这样等于是没有射到。这样还剩五个瓶儿，我不太清楚能不能成功给他打成麻痹。哎，这个可以说是最差的一个麻痹时机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刚才我是比较贪了。
因为是怕是没法成功的麻痹掉。这是要去哪儿呢？哎，这个天哪，这是我的问题，直接是自己滚到他这个毒物范围。这个我也是不太清楚是如何判断他这个毒物应该是喷会喷多远。那有时候感觉上就是会喷到一个这个很近的距离，有时候会往远处喷，不太清楚。这样我们跟队友提醒一下。这个地方比较危险了，因为是怎么说呢，发现我是自己没有带爆弹，而且这个已经是提前醒了。这应该是这个、我说比较危险是这个旁边很多的小的毒怪东西，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应该是啊，我有带爆弹。刚才是纳闷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弓的就是基本配装里边是有爆弹在我的底盘里，刚才好像是没有看见。哎，这样设备吧。哎，这东西算尾巴吗？算无所谓了，总之就是射那个部位。他又拉了一坨，不对，这个就是下了一个蛋。很不错，这个基本上近战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样给他们买一下吧。G 位的毒怪龙啊，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毒后这个伤血速度还是异常的快。吼两下呢，这么流氓。这样看他的头还没有破啊，这样我们也是现在伤害吸收貌似是比较，你敢不敢不吼，现在伤害吸收应该是比较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近战他们打起来都弹刀，只能是靠我们了。也死掉了，这个头貌似是没有破啊，应该是没有破，都无所谓了。看一下肚子，这应该叫肚子吧，这个肚子应该是破了，然后刚才这个菊花应该也是被我们射爆。头的话，其实感觉毒怪龙包括电怪龙，因为是怒后，等于是这个肉质伤害吸收会有变化，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从后边射。我们有没有这个貌似是没有，是有一个这个特殊攻击术加一个游泳术。
哎，一个，这貌似是给卡央吧用的这个技能啊，就是好像是增强他们一些属性，然后一个水属性攻击加，然后装填速度。其实这个技能啊对弩很好，但是就是这个点数太少了，水属性攻击只有两点。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生物应该是就应该是炸这个就是大变异加这个调和成功率吧，还有十加抗菌的一个组合技能吗？应该是吧。那个技能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说是没有用，但是加三点感觉太少了，配不出什么技能。一般有的套装带的技能肯定会能配出来，很少说遇见一个套装，哎，他比如说生物技能只给你加个，比如说五点，很少遇见了。我基本上我印象中是没有。哎，这样刚才我们使了什么东西呢？貌似是使了个生命火焰。然后这些异常状态全都补给一下。像这人说是没有找到，他好像是我不太清楚啊，这个我现在是想查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他是要找一个，他现在貌似是要找一个这个东西是带电皮吗？要是带电皮的话，让他看一下吧。这边应该是毒怪龙的这个第一套装备，是他的嘴，然后这边是毒线，这个难道他找的是灯鱼龙的装备？这个灯笼鱼叫灯鱼龙，我也不太清楚。说实话，灯鱼龙的装备应该是紫的吧？对啊，这些是狗的。灯鱼龙的装备是白色的，这是白兔兽。哎，我还真记不清楚灯鱼龙那个装备应该是什么颜色的。这是水兽，这是灯鱼龙。也都不是啊，这个他找的果实，不，这个带电石。好像是要打这个，这男子两只怪嘛，一只火龙，还有一只应该是这只爆钢龙吧，看样子。果然，这两只怪我们拿什么打呢？现在我也不太清楚爆钢龙它的这个就是放气这攻击。是需要防御强化才能防住，还是说不需要就能防住啊？因为暴锤龙的这个喷火貌似是需要防御强化的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觉得还是拿这个冲枪打吧。主要原因呢，不是拿，我不拿冲枪就会拿长枪，因为这个我是想把这个暴钢龙的下巴破掉，破下巴的话需要，觉得还是有个心眼技能比较好，这样还是拿冲枪吧，因为这个感觉上暴属性暴起来还是比较快的，这个防他这个放抽气，要是防不下来就防不下了，我们这个有抗菌技能，也无所谓，然后吃一个这个能增加爆炸伤害的。我发现我们队友也是有自动武器，这样只能是希望他们吧，希望他们不要随便这个随便爆，起码爆对地方，爆对地方的话下巴破起来还是很快的。像这个一个火山的话，我们是有抗菌技能啊，对，我们有抗菌技能，队友的话就不太清楚了，他们肯定是没有。这样我们帮他们带点这个消耗玉，看看假如要是说，哎，自己没有带又很危险的话，我可以是帮助他们一下，
其他的爆弹什么的可以带，可以不带，就不用带了。大家是一个水属性太刀，然后是这个是碎龙太刀，然后是碎龙大剑，感觉上是没有什么必要带一些爆弹什么的。就这样吧，直接出发。看一下我们出生在哪里吧。出生在这儿，然后有一个人呢是把火龙激活了，这样直接是先去杀火龙吧，因为觉得这两只怪火龙的血啊比较少一些，觉得可能是杀起来更快。但其实应该，其实貌似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两只怪貌似不怎么会碰面，感觉随便给我闪开，哎，也没有闪开。又是忘记了，所以我现在使的是冲枪啊，不是长枪啊。冲枪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提醒一下，跟长枪不太一样的。这样直接来两级炮了。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刚才我说这个龙击炮貌似是，这个龙的炮貌似好像是把这个翅膀给打爆了吗？不太清楚啊。刚才呢，找的对这个腿是放了一炮，看看能不能击倒吧。肯定是击堕了。样子是又盘旋了，盘旋的话我们这个俯冲貌似还好，记得之前是打这个打过一只苍火，苍火那个俯冲感觉是直接是朝着地里面，就是脑袋都钻进地里去了。刚才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可能是觉得这个在说话，我可能觉得是龙击炮有可能是把这个飞在天上的火龙可能是打到，但是应该是直接是放歪了。哎，不错，段位。去了吧，应该是换区了。还好是染色了，记得很久之前是有一只火龙换到了北边，后面没有染色，结果找了半天啊。这样哎，换到了旁边这区，这区挺不错的。怎么说呢？有水，有水的话，平常我们要是不小心中了一个这个火龙的补土啊什么的，还是可以很好躲开的。说这个火龙的血很少吧，而且它的这个脑部就是脑袋吸收还是非常高的。有时候我记得之前我们是我也是刷过一阵子火龙，哎，应该是雌火龙，当时是为了刷它这个天灵，
我们是怎么说两把斩斧，就是直接是剑形态，一直在这个砍头，是完全可以锁死的。所以说这个火龙脑子吸收还是不太好。另外，刚才有队友是把这个爆光龙激活了，为什么没有染色呢？现在我们去哪里找呢？有一个应该是大剑吧，大剑朝北边去了，这样我们往这个东边走，看看能不能在这个另外去遇见他。林道四已经发现了。这样不太清楚，是刚才是原路返回好，走更快一些，还是说这么走会更快一些？都无所谓了，反正是既然都已经来到这儿了，我直接是看一看吧。这样哎，再补个怪力种，其他的补个无所谓了吧。再补一个能量饮料吧，发现已经是五分针了。这就是一个继位的很变态，你说的很变态吗？他的一个这个直接是带臭气的一个这个轮车，这个车轮发现哎，我用来陷阱，刚才呢我知道他是会凿地啊，这个在这个这个刚才地上有这个火焰石，哦，原来是有人在扔爆弹啊，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爆弹扔的不太好，因为毕竟我们碎重武器打起来的话，还是会感觉会比这个这么扔爆弹要快啊。哎，这你直接就是拐了个弯朝我来了，算了，这个还是直接防御了。可以看，还是这招，刚才我们要是没法防御的话，估计会很伤很伤。然后有队友是中了之后这个大便，来不及了。这个依然是不太习惯长枪，这个冲枪的，你说怎么说呢？不能接三段滑步，这个真是。我是奶一下，要不然那个大人又拐跪掉了。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怎么说呢，是有一点能说是失控吧。总之这个现在情况就是大家很分散，然后被这个暴光龙一直的打，不能集中，所以他现在也是满场的，就是在放车轮，我们也是没法输出。这个大剑是没有
刚说是没有冷这个热饮吗？哎，应该是冷饮吧。直接朝你下不来一炮。这一招呢，怎么说呢？刚才我是不是应该上弹？上弹的话还是要防下来。这是谁埋的落雪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浪费掉了。这样的话成功的绑架了暴光龙。哎呦，之前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不能说问题啊，就是想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它的下巴等于是没有破之前的伤害吸收应该是很低的，所以说呢，一般是会造成这个弹跳效果。我不太清楚，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要是没有就是没有破的话。没有破的话，我们直接用脚踢它，是这个是会造成，是会造成这个什么，就是我们也脚踢也会弹刀吗？我不太清楚啊。让我放个龙击炮好不好？好，没有放出来。128了，这样怎么说呢？这期我看时间啊也是不早了，这样我觉得就是先录到这儿吧。最近呢可能是虽然是会使用一些这个新的武器打一些这个继位的怪，但是怎么说呢？我感觉由于是虽然是上位跟下位可能是打过，但是由于是继位，可能是这个怪啊增加了一些新的攻击啊，或者说可能是它的速度啊变快了。所以说可能一上来我是感觉是稍微有些不习惯，可能是中招比较多呀或者什么的，这个我也是没有办法，毕竟也是刚接触嘛。其实说因为这个真正来说啊，这个应该也是算我这个新的四把武器刚打到继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也就是这么看着吧。要是说有什么这个更好的一些比如说建议也是可以提出来。要是说看我打得比较糙，这没有办法了，我这个毕竟技术也在这儿待着。总之大家看着高兴就行，我呢玩着也是高兴。也是这样，这是我们怪物猎人练级，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下期再见。